全新伯爵 Polo 超薄万年历腕表，该手表以独特的设计、复杂的机械结构和高品质制造而闻名。手表采用40毫米的不锈钢表壳，并搭载一个革命性的自动上链机芯，可以储存50小时的能量。手表的表盘设计简洁明了，主要以白色和蓝色为主色调，其中蓝色的指针和数字在光线下会发出微光，并且有一个小窗口显示日期和月份。除此之外，手表还具备星期、日历和闰年等复杂的功能。手表内部的机械结构非常复杂，由355个部件组成，厚度仅为 6.5 毫米，这使得该手表成为当前市场上最薄的永久日历手表之一。此外，手表还拥有30米的防水性能，适合日常佩戴。该手表的全球限量版只有88枚，每一枚都将配有一个编号，售价为 6.4 万美元。全新伯爵 Polo 超薄万年历腕表是一款高级机械手表，具备复杂的功能和精美的设计。尽管价格昂贵，但该手表的限量发行和出色的制造质量使其成为收藏家和钟表爱好者的理想之选。